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公公秀。话说每一个公公们都有自己最最喜爱的玩具，而这些玩具都会给公公们带来不同的体验。一起去看看团子们和玩具的故事吧。对于梅梅来说，永远最喜爱的还是她的小枕头，不过她一般是这样玩的。但是小编觉得吧，有点费枕头。对于妈妈来说，最好的玩具就是我们的小团子了，那可叫一个爱不释手。赶紧溜，妈妈又要开玩了。哎呀，妈妈放开我。其实小编就很不明白一件事，为啥都是熊猫团子把别熊家的脚当玩具，真是绝了。让我啃啃，快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让我不揍你，妈妈帮我揍他。当然了，团子们会对自己喜爱的玩具爱不释手，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。但是也抵不过奶爸的一句烦哦。小团子们之间还是很有默契的，毕竟足球是团队运动。乖乖，我们一起玩球吧，好吗？咦，我们一起啃。